大家好，这是一只活力大翅膀飞鸟，快乐飞翔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分享活力大翅膀飞鸟的折法，请大家准备一张 A4 的纸张，有颜色的纸放在桌面上。首先我们将纸向前对折一半，打开，转个方向，再向前对折一半。我们将这个纸一半的纸往下面对折一半，折好以后将纸向前翻，这边向上折一个三角形，右边向上折一个三角形，折好我们将这个纸往中间包起来，弄平，往这个线这边这个折过来，反过来，再折过来，将纸打开，这里有一个三角形，向前折一个三角形，直向前翻，这个开口这边撑开压平，这边开口撑开压平，直向前翻，中间有一个三角形往下折。好，这边向中间折过来，这边也是向中间折过来，这个三角形我们向右边折个小三角形，再向左边折个小三角形，中间把它稍微转一下，捏成尖尖的，将这个纸往后折平。好，这个纸翻面一下，这边这个点折个90度，反过来纹路再折一次，接着我们将刚才折的纹路往中间内折进来，转一下，我们这边折一个飞鸟的头部。好，好，折平完了以后转过来。好，我们开始动一下，大翅膀飞鸟就完成了。好，拉拉拉拉尾巴，飞鸟就自由自在飞翔。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吉祥，谢谢大家。